个密码，一个是2018-99的是无色频的，另一个是2018-66是有色频的，然后我一般选择有色频的，点击进入。好，这个是自由模式的，这边可以调节红外、RF 和负压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先调节的温度，温度调到最高的话是无顶峰的，不过我们一般是调到40多。然后现在我们这点击引导模式，这个25×20的话是这个大手柄的，然后我们做腹部的，然后这个点击，这个有六个循环，我们在客户身上可以比方一下，比如说这个模式的话是做腹部上边的，就是这一部分的其中一个循环，如果下一个的话，下一个模式是腹部下一部分的，是这一部分的循环，再下一个轮回是侧腹这边的，是这一边的一个循环，再下一个模式的话是另一个侧腹的模式循环，是这边的第五个轮回呢，是一个横着的，我们就这样子横着过来，横着下去，最后一个轮回是要竖着，现在我们开始切换小的手柄了。没有，你工作的时候我能滚动。好，现在我们是切换小头，就凹槽这个对准这个。这个头是大的，小头的最大的是4×5的。这有三个轮回的，我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按手柄这个按钮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踩脚踏，就是引导模式可以根据那个有没有引导模式进行操作。我知道啊。